光临。闹钟没响，我才起床，等我下哦。那你几点才能到啊？你到哪了？我大概要晚到30分钟左右。没事啦，我也迟到了，大概差不多时间到吧。我又说谎了，明明早到了还假装迟到，很想他还假装不想，认真化了妆还假装是随便出门的，假装这个假装那个，蠢死了。你姐姐肯定不会这样的。闹铃没响，我才起来，等我一下。迟到了还过来的？如果是圣楠姐的话。闹钟没响，我才起床，等我一下啊。等你10分钟。没想，我刚起床，又迟到。你等我一下啊。请客吧你。服务员，给我来个最贵的。闹铃没响，我才起来，等我一下啊。没关系，慢慢来吧。晨晨，等很久了吗？没有，我也刚到。今天天气不错。你不会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吧？怎么可能啊，我当然记得了。真的吗？那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哇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还是名牌的。那我的礼物呢？我准备了。好像落在家里了。哎呦，没事啊，待会儿吃完饭回家去拿嘛。啊，眼睛闭上，我给你拿啊。嗯，闭上眼睛啊。嗯。当当当。那时间太紧了，没来得及包，不过心意最重要了。是香水啊？不喜欢吗？怎么会？那你是嫌太便宜了？没有没有，谢谢玲玲。下次啊，给你买贵的，好不好？嗯。要吗？啥？学校门口新开了一家美妆店，送开业。哎，居然还在，都好几个小时了。
姐，做我女朋友吧。我已经看到结果了。小姐，你别这样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你还不了解我？那你了解我吗？100%的悲剧呀。我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花啊？花有什么用？能吃吗？能啊，要不哪来的花吃？送花、摆蜡烛、弹吉他，还能再土一点吗？这叫情怀。人啊，生活不光是为了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读不懂的诗和到不了的远方。什么都不了解，你就说你喜欢我，跟我有什么区别？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今天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别来了。对了，再敢打我电话一次试试。家玲玲送你什么礼物了？啊，礼物？今天呀，是他跟他们家玲玲2周年的纪念日，他为了准备这个礼物啊，省吃俭用了一个月呢。玲玲送你什么啦？戒指、包包、花儿。哎，这有什么好说的呀？哎，咱们俩谁跟谁嘛，说嘛说嘛。我知道了。玲玲是不是忘了呀？才没有，她送了，很好很贵的。很好很贵的，什么呀？旅行，她订了周末自由行，2天1夜。哇，羡慕嫉妒恨。去哪儿啊？市郊。那你这副表情怎么还那么像被劈腿的呀？那是因为他都没有问过我有没有空，就自作主张了。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你们家玲玲就是太宠着你了。不知是不是方便，我要入宫向圣后复命。啊，2天1夜呢，做点什么呢？哎，晨晨，够了！你干嘛呀？动手动脚的，真变态！我只是开个玩笑嘛。你这是玩笑吗？你这是性骚扰，韩一彤，你真过分。你之前不是说你姐姐撒谎吗？你有证据吗你？挺厉害的呀你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说谎？我随便说说，其实我要表达的意思。抱歉啊，我刚刚太过分了。哼，我也有错。带着我的达人走吧，我身边几百位朋友都验证过，巨有料，超补水。啊，还有，听说市郊新开了一家农家乐，大虾超好吃，求打包。你够了啊！赶紧把面膜收好，不用谢我了啊！明天12点出发。喂，还要发到什么时候啊？求你了，别发了。